大家好，我是上海易创视听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我姓蔡，我叫蔡玉聪。我们的主营业务是针对于 AVCL 行业领域专业施工设计一体化 ，A 是指 Audio 专业音频和 Acoustics 建筑声学 ，V 是 Video 智慧光显 ，C 是 Control 智能控制 ，L 是 Light 效果灯光。我们是针对这一块的产品去做一个设计的应用场景，并且可以施工落地，满足客户的使用需求。今天呢，我来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的一款四通道的可分配功率的功率放大器，型号是 PDN4450， 它可以支持四通道定阻定压的功率切换，也可以针对于每个通道去做定义的一个功率分配，就是我可以去随意分配我的功率，然后呢去满足不同的音箱的一个使用条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同的音箱是有不同的功率要求，去计算不同的功率配比的。然后支持定阻定压呢，就是我们可以针对专业音箱用定阻的使用方式，然后一些背景音乐、一些公共广播场景就会使用定压的方式。那这样的话，我这一台功放就可以一机多用。然后最后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站www.eatren.cn，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上的内容，谢谢。